喜欢看游泳、跳水，还有四川的小姑娘叫吴艳妮啊，那个百米跨栏，很有激情的。我老公已经那个看过排球比赛了，在临平，感受好的。我比较期待那个篮球、那个电竞那个各方面啊。我关心的就是像中国的男足。你看我们杭州的发展真是太快了，这是桥西桥东，原先桥西是棚户区啊，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城市，环境也比较好，包括城市的整体的一个面貌吧。我60多岁了，我生在这里，长在这里，工作在这里，本身对这里都有一定的情怀，我非常热爱我这片土地。全民健身，那把亚运会推向世界呢？我们每天来锻炼，也是对那个亚运会一种支持吧。我的工作就是对于那个亚运会，然后让那个环境更好，然后空气更清新。这个外地人来，只要我们知道的，我们能把他们解决的，尽我们自己一份力量。我为亚运就是尽我的一份力量嘛，负责就是这一块我的这个地方啊，我就保证它的安全。我们团队呢，为了迎亚运，也集体学习了英语。我想外国朋友万一来的话，我们可以到时候问路啊、带路啊，都是可以做到。那就是急救之善啊，万一我们的游客有什么方面遇到这种困难呢，我们就是简单的进行急救。我跟我那个小的外甥这些他们每天都在教的啊，再见了他 ，see you， 是不是？我们杭州到这个时候是花开了，遍地都是花香。我觉得杭州 OK。我希望这次亚运会开得圆满成功，给世界人民留下极好的印象。杭州亚运会我们准备好了，我们志愿者准备好了，我有信心做好我的工作，确保杭州亚运会圆满成功。西湖山水美如画，杭州人民欢迎您，中国队加油。